看到直升机要飞走了，现在时间是下午3:31。Dr. Perry。喷喷喷，大风吹啊！刚在下面的时候，他们有讲，大家都先带起来。对呀、啊，还在拍，等死你！还在那，来开，他现在开要不要？现在就开了，剩下的电跟时间根本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啊哈！现在时间是3:33。啊，是啊。一日券5400，三日券10900。你说三天比较便宜？鸟巢好像也是这种开价钱开法。对呀、啊。
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有的。啊？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有的。是，他用好像拿错水话。哦，是啊。我屁股坐到右边的那个，干哦，哎呀，站在旁边，一直在扭屁股，现在给它扭好一点。你看那里有个 H， 啊，你说什么？那里有个 H 地上，你要再看一次。风化出来的。哎，刚刚是停在那吗？对啊，刚刚是停在那儿，不然呢？你面前就是那，就是化了，然后它就降落在那儿啊。不是，我刚看到的是它旁边有 H， 但是直升机没有停在 H 上面。挺不准吧？对啊，有可能。我这次加了头顶帽子，现在正在感受它。哦，你现在劲超锤哦，很锤哦。朝下是不是？超锤。我没有调啊。哦，超锤的。哦。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差不多水平哦。负五度。往下一点点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的。你刚好。嗯，怎么有点朝上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歌？不是哦，你在那边动物方程式。又约九点还是几点？九点。大家确定一下，9点9点半，因为他们要去爱斯丁城啊，所以他们可以慢慢去。就我们时间已经 OK， 因为我们现在只要吃饭跟去洗温泉而已。你是说下课就去吃啊？对啊。哦。干嘛？我就是要吃正菜啊。那我去滑一滑绿线好了。哦，那你不要跟我一起啊。你要不要跟我滑一滑绿线？好啊。但是我根本没看地图哎，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线。就是每天早上第一道热身。好。第一道热身的线，不过瘾的话才是有一小段蓝线。我们一定都认得路了。反正塔就在那儿嘛，选不了到哪。回到塔，要不就走蓝线，要不就走绿线，就这样。我们也不会去朝着很斜的地方，欸，没看过也就冲过去。我们一定是走自己走过的路。半截车变慢。对啊，有人按了什么？身体还好，就是。我就是觉得背后的那个。他们管理这个纸张这个的好松散啊，因为他这里跟外界比较不直接接触啊。那其实清景泽就不一样了，清景泽是大站，然后人来人往，重点是你干走什么，出去上了车，开车就走掉了。而且有技巧的就拿个套子来套，然后他们监视器不知道有没有普及，他们比较，嗯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终于看到鸡血了？没有，那鸡血是不是有动物的？没有，你觉得这样缆车？它有小脚啊，好可爱耶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搞不好是你看的不会说可爱的动物。什么？雪狐 ？Snow Fox？ 这里有小脚，看得到吗？不要回去练习。看小脚脚哎，搞不好是什么？
冷了，日作业了。他走了一个好辛苦的路哦。蛮好啊，一走一绕，一走一绕。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虐待自己。你是写玩雪板？不是，我是说玩玩馒头。哦。像，所以我后来那个金陵那一期我也不想去玩了。那个泥沼之森，就觉得练那个好像对我没什么帮助，而且觉得腰都快闪了。就觉得好，还是玩正常一点的雪板这样。所以那里面又难加速度，加的速度又开始颠你。说什么动物声？我看人声就最多了。啊？人的声音最多了。有。又是个轻松的练习波。就更好啊！啊，就更好啊！我们一起走吧。好。要跟着是不是？对啊。好啊，来。跳就算了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啊。我第三个啊，我第四个啊，好，我第二个。好，就你随便你高兴，我要跟你。弄多一点速度再做吧。
一到七号礼拜。再剩下两天。我们不用，我们摆在外面就好了。你一摆到哪就还啊？对啊，因为它只开到六七点而已。对。啊？我要，那你晚上你去溜冰，你要可以穿吗？什么意思？他衣服是借的？对啊。你去溜冰你有衣服穿吗？啊，那不要溜了，下次再溜。哈哈哈哈哈。马上去溜。那不要七点呢、啊？你可以五点就先去溜啊。对啊。说再回来吃晚餐就好了。要看你今天九点还是九点。九点就好了。九点，好，就九点在哪一间？1023。1023，好。好。Okay, 是绿的吗？那备章晚上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也去吧。九点见。好。好。好啊，走啊。绿线好得很，而且还在排队，真神奇。对啊。绿线复习一下，绿线绿线。不要，我们纯练习而已。你们要去哪里啊？不知道是什么。蓝线哦，上过课的蓝线哦。我们只走去过的路。那是季票，有印人头的票，季票。没有。放了要脱鞋子啊！对对对，东西放了脱鞋子。你想弄到几点？滑一趟。那如果看我们身体的感觉，如果要是身体觉得冷冷，刚才刚休息完，其实还对。要是身体觉得冷冷的啊，或者是说动作好像没有刚刚那么流畅的话，那就直接就可以回去了。那要是练一练，觉得说哎，有一弯很顺，有一弯不顺。没有，他现在就说我右边好像行的，左边还不行的。没关系啊，那就是天本来就这样。反正你就凭你的感觉，你觉得说有一边很顺，非常的稳，超级稳，你觉得一定就是那么稳。那另外一边有一点点不稳，那还想再试试看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再练个几次。那只要你连稳的那一边都觉得开始觉得哦，好冷冷的呢，天气有点冷，那我们就可以停了。
刚是其中一个条件，另外一个条件是，四点半下来，然后一看，时钟，要在上面写，你说4:50哦，现在3:50，我说你说排队是4:50去排啊，所以我们就是4:30就得把照片放好回去了。4:40就开始，因为我们下楼出去的门口就是我们店，然后好，就我们速速过去上厕所。还有就是看状况，如果到处都是这种人的话，滑了一次那我们也不用滑，危险也不是危险，要看状况了。就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人，我们也还好，那就可以。要是看到那些人觉得左边也不顺，右边也不顺，那就不要再滑了。中间就下去，对我们来讲，我又都没试过，当然是不要。他们想试啊，晚上再问他们，看他们发生什么事。先推推推推推推推。哎，加加加加加加加。我不想要今天又最后是从山上滚下来。主持人，等一下，换一下手套。来，我看，我看。因为我看到一群人出现 ，OK， 刚刚好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不超越。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你要帮他们录啊？
太斜了嘛。来了啊！你说，他又暂停了。是哦。又暂停了。好奇怪哦，来吧。打开来看看发生什么事。他写他剩一格电。啊。你的 GoPro 充饱没 ？GoPro 给我带。这个给你充。好啊。嗯，然后啊。呀，这是老先生。来 ，choose the closest pair and put that in. 啊，你抓住。看一下风景，漂亮。好，换到这个。它的热量就不够。好吗？卡好位置而已。哦，没有，你没有卡好，你没有卡好。No， 你没有装好。对。靠腰嘞。对，你没有。我刚回头看你，你根本没有装好。你装歪的，你没有卡进去。对，偏向啊，对着偏下一点点。现在先把它充饱再说。哦，录不到没关系。好。那么多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他都很慢。
都不会动。小心小心，我帮你录啊，现在我只有我头上有带，你走我前面。现在只有我头上有带，你走我前面，我才能帮你录啊。到了前面，我还是继续走这一片，就是应该是怎么走的地方。没有什么走转的地方，直接就接这里，蛮适合练习的地方。哦，就横、啊、跟教学英文一样，横到中间以后再开始。对啊，那我们就。给他沉在那中间。哎呦。打到你的板了、啊，所以你看啊、哦，现在就变成我们弯的时候又有两个人在那，但是以我们的控制力，我们根本就不会怕弄到他们。好，嗯，你是在解说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先想一想，这样我们就会。走了，好，你先走，因为我才能帮你录。也还好，不会啊。
就我们都停。我们随时都可以停。对啊。只是那就走了。我录啊，反而你就没有录。太什么？太缓了。你可以帮自己加一点点，但是弯要做正确，把那个速度太慢的话，就把身体往下放。我的左脚的时候真的就很不顺。不要快也不要慢，就是觉得太慢了。嗯？好像累了。有一点点。我最想把我自己的左脚也变得跟右脚一样顺。谁啊？左边对不对？对啊，左左边。在这个地铁休息一下。我们都坐跟平常上车一样。啊？我们都坐跟平常上车一样的地铁，都会在这里休息。那你要不要开机？哦，好啊。没有反应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动不要动。哎，现在是要录，我在录了吗？不是呢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立起来嘛，对不对？正在录嘛。哎，好。就这样就好了。好、哦。换你录我啊。没有、啊，我刚刚有跟，但是没录到啊。那我很难跟吗？你的一点都不难跟，但是你太慢了。你这里都信心超高的，你可以让自己放快一点。上一趟吗？现在几分？哦天哪、啊，这样一趟25分钟哎、欸，我不是三十。来一趟。你 OK 吗？你还、OK 啊、还想要自己再加吗？不用加了。不用加哈、喔。你 OK， 你 OK 就好。看起来刚会很混乱吗？你说混乱是什么？脚很乱，哼，我你录我。你没有脚乱，你只有信心不足。我没有信心不足啊，我刚刚下来的时候没有信心不足。不是信心不足，乱话。速度太慢了。我刚也太慢。肩膀忘记了。
肩膀，脚想要讲可以动，就不用在肩膀啦、啊。那随便啦、啊，也不用想太多。啊，你看，今天的绿线加蓝线就很好。这样，最后的布局。好、啊。下次就是毛场了。对啊。没做到什么，你就算下次再练。我就是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左脚，好吧？我觉得你往右弯比较漂亮，有没有错？不对，杰里说我右脚比较好，是往左弯。哦，是啊。你右脚比较好，但是你往左回的时候，几乎就变得没有速度，对不对？往左回。速度可能搞不好会慌张，也不一定。那要是你改一半也不会慌的话，那你就一半。那要是你觉得说有点习惯，那你就还是照你习惯。我的都是慢啊，所以还好。对啊，我就是慢。那你可以用一半啊。我试试看哦。你觉得我太大圈了？你觉得我太大圈了？好、是速度慢，不是大小，大圈也可以快。但是你不是太大圈，你是速度慢，大概想什么？我可以跟你啊，但是我用你的轨迹跟到快要追到你的时候，我要刹一下车。嗯，就是你会先慢，可能你不自觉发誓在刹，只是不自觉了。好、一批学生，刚刚没看到啊、我们是走这边吗？是啊。怎么突然就出现一批学生？他们是刹车班，是不是？刹车等级的。我们是从右边来嘛，上面是蓝蓝的嘛。我们是上面的右边来，好不好？不是这里右边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啊。怎么可能是这么缓？刚刚明明就是陡的。啊，是啊。是上面的右边来，好好好好好，下来，中间很多障碍物，怎么可能？刚滑就是这个，大陡了。因为太缓了。太晚了啦，不是真的啦。九九已经认为我们没那么弱了。对啊，是啊。他们也用掉几乎一半啊。有人在弄掉三分之二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但是我们是用掉一半又慢，在那边好好在前面挡路。那要是我们用掉一半速度也快，那就没什么事。他是在表演特技吗？不是，他在特技。他在翘车尾，翘完之后又收回来，大滚。我刚看也没有什么下去的地方啊，那个有用红栅栏围起来，有没有？啊？什么红栅栏？那我下去的凹洞已经被红栅栏。下去的凹洞没看到。他说下面有。
会那么久啊？因为我们中间停下来很多次啊，然后你、对，你中间停下来等、然后我们又停下来把那个，我开的时候有讲时间吗？有，不知道，我应该有讲时间，好像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们两个影片对照，对照声轨，我就可以对出时间。希望这次我觉得头在发烫，是默默在发烫吗？哪是讲这么夸张？哎、真的有开哎、真的有开。你在说什么？这一段有下去啊。好的感觉是没有在酸死的，先练的中级，那真的中级波就会酸，因为还是有用到不正确的力。你说立线完全不酸，还有刚刚那个斜也不酸，不酸，那很好啊，控制力都来了。但是刚有脚趾头一直抽筋感。我溜冰的有时候溜冰也会觉得脚趾头很酸。先谁后？刚刚是我先，因为我要录你啊。
走了吗？要走吗？先看一下上面，接着我们到这里。好，走了。降りてそっち？そこの赤い。那我继续走。你也一直刹车吗？啊、这样害你也一直刹车吗？脚酸爆了下面换我跟你好了。酸，累累的哈。对啊，都有在用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笑。接下来换我在前面了。哎，你让我休息一下。对啊，当然要休息。哦，刚刚你都有在用力把你的那个轨道弄起来。嗯。而且中间有什么，不管什么人、什么声音，你都没在怕的。我在闪啊。你都停得下来。对，我们有控制力之后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走了吗？你休息好了。没有就走啊，只是那种一时绷着，哦，还是会酸啊。好嘞，走那边吧。对啊，是啊。好，我跟你。嗯，起步很。而且我基本上应该跟不上，就追不到你啊。不会啊，那我的大弯大，你的弯小一些些还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那我中间慢一点。小心哦，莫你不要挡在他们前面啦。我这。
要再一次吗？哦，15分而已，我们花了15分钟而已。对啊，啊？啊？走了，都到这里，爬上去很累了。好吧。好吧。不是，我觉得我跟你跟得很烂，很好笑。你要到那么斜的地方脱鞋子、啊，那么斜的地方脱鞋子。先脱三脚。我踩不到哎、欸。掉了，但是我太滑了，我才站不住。没有，要先脱上面那只脚啊。真的吗？因为下面就是救你的脚啊，你怎么可以把救你的脚先脱？我先脱了下面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脱上面。已经丢出去了是吗？来来来，刚好放空空的地方，你不要把它弄放在一起。对啊对啊，还有一关在那里。啊！我最讨厌走这个。那个什么？啊！关机关机，不要浪费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上面滴了一滴水下来？真的吗？关机了，帮我关机。